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个开关电源现在是上电没有反应，没有输出。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构造。这段是220伏电源输入端，这是它的保险 NTC 热敏电阻 Y 电容，插膜抗干扰电容，供膜抗干扰电感，整流桥，300伏滤波电容，光滤管，电流取样电阻。这一端这个电容和这个电阻是 DRC 电路，包括后边这个二极管。它采用的电源管理芯片是 OB2263， 这个是一个二极管，是线辅的。它是通过我们这边的启动电阻，在启动的时候给它的五角供电，通过这个电容滤波。另外当正常工作的时候，通过这个绕组，通过线流电阻，然后通过这个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以后，给这个芯片的五角继续供电。它的一角是接地，二角是稳压引角接光偶，三角是温度检测引角外接 NTC 的热敏电阻，四角是电流取样引角，通过这个线流电阻接我们这个电流取样电阻，五角是供电，六角是驱动信号输出引角，通过电阻和二极管来接我们功率管的山极进行驱动。功率管的漏极是接开关变压器的初极，开关变压器的初极接300伏滤波电容的正极。电流取样电阻的一端接电容的负极，另一端接功率管的原极。这个是稳压光偶，这个是接在冷地和热地之间的抗干扰电容，这个是开关变压器。这端是一路、两路、三路输出的整流二极管，后边是滤波电容和滤波电感。这个是7912，这个是调节后级输出电压高低的电位器。这个是指示灯，这个是输出端子。好，下面我们插电看一下是否有输出。好，我们插电，指示灯没有亮，很显然没有输出。我们可以用电阻档测一下是什么原因。首先我们测电源是否输入了，我们可以量插头的两端，这端是接通了，然后这端同样是接通了，然后我们看这个位置有一个保险是否损坏，没有损坏。保险通过 NTC 热敏电阻进来以后，接到整流桥的交流输入端，就是整流桥中间的这两个引角，这端是正常的。我们再看这端，同样是正常的。然后这端是接300伏滤波电容，很显然是进来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功率管是否损坏，因为功率管如果损坏了，那么很显然这个芯片也容易损坏。如果功率管没有损坏的话，我们再测量别处，功率管没有击穿，我们看它的原极到漏极应该有一个二极管的压降，是正常的。山极是这样的组织，没有问题。那么我们量一下功率管漏极到300伏是否有接通，说明开关变压器的初极是接通的。我们再量它的原极到地是否接通，有这样的组织是不对的，因为电流取样电阻的组织是很小的。开路了，有可能是电流取样电阻损坏了。我们再量它的山极到我们这端驱动是否正常，它的驱动是六角，正常的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电流取样电阻是否损坏。好，电流取样电阻拿下来了，我们看它是否损坏，很显然它是开路了，它是一个 0.68 欧的。下面我们找一个电阻给它换上，由于没有太合适的，我们给它找一个 0.39 欧的换上，没有问题。好，电阻换完了，我们插电看一下是否输出正常，指示灯已经亮了，正15伏，正15伏，负 11.9 伏，正12伏，正常了。接上假负载，我们再测量一下它的电压，正常了。我们测量一下它的输出电压，如果是标准电压就没有问题，
我们看十一点11.84伏，正常的，15伏，都正常了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